广西大学95岁了。西大很大，大到东校区的男生和西校区的女生把恋爱谈成了异地恋，大到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才能免于东西校区之间的奔波。大一说要吃遍西大，结果直到大四毕业也未能如愿。毕业后再也没吃过三块钱两荤一素的饭菜，也很少再喝到浓大奶屋的牛奶了。在你毕业多年后，西大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吗？狗洞早已被拆除，七窖被时光之门雕塑所取代，东菜市成了大学生活动中心，西苑餐厅和金融街变为大草坪，让人扎心的六A宿舍楼如今是焕然一新的校友之家。庆幸老水塔还在，连池湖泊还是那么多，综合楼的阶梯还是那么长。也许刚入学时尚有犹疑，但毕业了才发觉，原来高考答的每一道题都是刚刚好。也祝广西大学95岁生日快乐，也愿毕业于西大的你我从此跃入人海，各有光辉灿烂。南宁生活志，我们在南宁这样活。